接近我们要的环境。嗯，对，这样子，对，是。我现在大概都是用文氏图，就三个圈圈，哎，对对，叠在一起。因为我在那个当初论述这个，我叫做有序同心圆了、啊。是是是。在大概15年前、啊，那就有所谓的三元分立。对对对。三元，然后三元同心。嗯，我现在是我是把它变成同心圆，变成环境最外面。啊，环境最外面。对 对, 对，因为没有环境，什么都没有。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论述同心圆、哦。真的吗？我们去火星的话，地球 是不用管。对啊，所以这样。对啊，我们就是想要看看这个能不能做跟那个社会设计结合了。是。对，所以我们跟王龙我们谈过了，知道。然后想说接下来怎么做，因为我们马上要号召一些人来，然后就做完以后就参加明年的2月的。全世界社会设计的，反正先做再比。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在想说那，我觉得还是民间来做比较好。当然了，民间来做，可是因为我们很希望那个台湾设计研究院也共襄盛举，因为它到底是台湾设计的研究院，它虽然没有社会设计这一组，可是它事实上也在做。不过他们也慢慢在往这个方向。哎，对对对对对。对，那我在想说，那怎么样可以做一些合作？然后我们就培训了，就是我们在大学这一端，那我们就号召一些人培训，然后让他在做的过程实际到一个现场去，真的改变，不管是结果好还是坏，不管他就进到那个现场，用社会设计的方式改变一个养老院，改变一个孤儿院，或改变一个菜市场。Anyway， 现在有很多 USR 是这样做。哎，是是是。那但是我们就是想说，用社会设计就是。来促进共善，就是环境、社会、经济一起好，这样意思。所以社会不改变，其他不用说。所以想说，就社会设计的这边来做一点社会设计的培训，然后他回去，他如果有设计背景 ，OK， 这个欢迎。可是他没有设计背景，我们要把设计的概念抢回来。对，设计是属于所有人的，而不是会画图的。对啊，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都没有排斥他们啊，但是我们就希望扩大。让每个愿意有心的人都成为社会设计师。现在有人把社会设计直接简称设计，就社会的社。对对对，这个我知道。对对 对, 对。那我现在就用 SD 或 SD 来论述。啊。对，就是 SD Social Design 或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对。对，那因为这个论述我在世界社会论坛，丢出来了，所以基本上我希望，让台湾会在这一块也有一点点角色。OK。对啊，所以想说，如果我们做这个，那然后我们。跟两年，对，每两年一次的丹麦的 Index、那个设计的比赛，我们都还没有得过奖。那因为不是为了得奖，是说我们要去参与，所以想说用这个方式来带动台湾的 SD for SD。我现在如果打 SD for SD， 都会找到圣地亚哥。San Diego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对对，第一页全部都是 San Diego。但是在我的那个脸书里面，就是 SD for SD，、就是我理解。对，但是也没有关系。那对，意思也就是说，说不定我们做完以后跟 San Diego 可以做一些自然变成。对，而且 San Diego 在我们这边叫山凋零，我想你知道。是是是。对，那个被殖民的时候，那个当年 San Diego 就是山凋零。对对。1895上岸就是山凋零的奥迪。OK， 对，所以就还蛮有趣的。好啊，所以你现在写起来是 SD 4 SD for SD， 你中间那个 4 是写 S 4吗？还是没有？没有，就写 4，我就 4 啊，写当然写 4 也 OK 啊 ，4 SD， 写 4 就很可能被弄成跟那个车子，因为车子那个什么那个 Toyota 什么 4 RV 4啊，对对对对对，也是，但是这个都还没有定案，就是跟王龙文讲过，想说要开始做以前。希望组一个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就是committee 有一个各国的人。那我已经找到两个日本的，啊，美国比较少，很奇怪。对，那丹麦、北欧的很多。当然了。对，所以我在想，然后有一个 index 有一个学校在韩国，应该是延世大学吧？是，很可能。那因为我如果再找那个，就组一个国际的 committee 来推动这个 empowerment，这个意思啊。所以想说来做这个。然后因为要做这个，所以才会有今天在传给你的那个，对，有看到那个 United Agency。我们一直那时候2002年就见到了曾古德嘛，对对。然后那时候以来就见到很多政治人物，包括副总统啦，总统没有见过，就没有谈过这个副总统，然后谈到市长都谈过。以前最希望是这里啊，因为这里有地大，可以弄400个旗子。
联合国才200、200多，我们是400个 NGO 的其实然后就拿到。那我们想说，哎，如果是因为我参加过三次的二三米，所以我很了解我们的 NGO 可以做什么事。是啊，真的，我们 NGO 一定要做。我们的其他的政府其实派不上用场。是，也要民间跟商业一起做。所以想说，如果我们用那个 United NGO 的概念来想这个，然后刚好是 HD for SD， 对，因为 那个联合国 NGO 也是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啊，当然，所以想说看怎么样可以合起来变成推动它。啊，如果成就成，因为台中有一个嘛。在联勤 NGO 吗？哎，对，联勤他们有一个，不是那个是我率先去谈的。啊，是吗？对，啊，结果他就找一个地方变成 INGO， 对，就是，但是我是觉得 UN 比较好玩。United NGO 那个是 UN 的概念比较好玩。OK， 哎，等于是联合国加入台湾的概念，不是台湾加入联合国，那我们过来。所以用这样来想，就是说想要做点好玩的。可是那个一直失败到现在。可是我们已经是一个叫做 UNPO 的 UNPO， 对啊的会员了。那个是无国家无代表国家跟民族组织，是是啊，那个是因为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对对对，联合国外面的叫 UNPO 嘛，那个 OK。那我讲 United NGO 是全世界不管是哪一国，okay， 你主要的 NGO 都可以设在我们这边总部，比如说 Greenpeace 本来就在这里，还有很多我们认识的总部，无国界记者也在这里，类似，对对，类似，他们有几个慢慢都来这里，那我们就变成培养世界上 NGO 的重镇，那他们来总要。花卉看看台湾，就等于当作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大使。他们回去以后就会说：“哦，台湾啊，不是泰国啊，每次都讲错。”台湾啊，现在不会有人讲错。我们还是有几个问泰，说泰怎么？我想说泰，我说泰，台湾跟泰差那么多。对，现在 COVID 之后已经很少人搞错。对对对，现在好很多了。对对对。对，就想说看这一块没有办法做，然后那个，那个。因为这次的疫情嘛，对，所以我在学校也在帮忙推一些用社会设计来做那个疫情，看怎么样。所以类似像这一种的，所以我们的学生有用那个 APP， 那个很容易嘛，那个资讯系的同学应该可以做，就是你要进到一个餐厅以前，如果那个餐厅的人口密度超过，他就会让你不要进去，然后开始点第二个。对，外带，人家从那边拿出来，你就不要进去了，就在清华那个小环境，不错啊，不错啊，对，就是好玩，就是让同学试试看这种，哎，原来我也可以扮演一点角色，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就想说在做这一块，他两个想拉点钱的 ，OK， 对啊，所以现在就是哎，来聊聊说，哎，那这样的事情到底，要反正一定要做，可是在做的过程。怎么样让很多人可以一起来？对对对对，比较好玩嘛。是。对啊，所以就来就有这个约了你这个时间来跟你聊聊这样子。对啊。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传递一个讯息，就是我们学社会设计不是为了未来当什么设计师，不是，而是在学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从做中学了。没错。对对，社会重于设计。对了，以前有说 design for the society， 对啊，那结果那是 design 为重，对，我是 social design 不一样啊。OK， 就是反过来，所以社会，那既然社会是每个人都是，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做社会设计，不一定是设计师的专门，可是设计师进来 OK。没问题，设计师我们也欢迎啊，因为我们都很多好朋友都是设计师的。对。可是两边都欢迎，扩大他的那个基础了，所以打算这样子想。所以，像我们这次打算要邀请，就是我们前面的几期啊都没有报名，就是我们跟大家聊聊，说有哪些团队，他正在做类似这个做市场的，还是 SDGs，OK，、okay， 我们都来想，然后就邀请他来用呢。那在实际操作又用这个的 project 当作他们去比赛，如果比赛是顺便，不是主要的，那就顺便去。那明年二月，它是每两年一次，对，所以我们就打算试试看，然后在那个过程看看，就是把这两个合在一起以后，好像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对，就是因为2022年二十三米。我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听了很多的谣言，还不知道。但是 anyway， 我们台湾一定会去。我们已经参加3次、4次，没有理由不去。特别是民间，所以我们正在借用这个机会收集 case。我想你这边很多，我们要收集一些 case， 然后就到那边去，让台湾被看到。了解。对，也顺便做这样子。OK。
所以 这套就是说刚想是 Index Award 是不是 Index 那个丹麦那个对吗 Index 对就是之前有给过什么 Raspberry Pi 啊是是是没错没错还有四个社区啦什么生活啦、嗯、那个生活习惯就是第一年的对了对对得奖对 Life Strong 是是 是, 是我觉得那个很社会设计、嗯、真的很棒对 啊所以我们想说、哎、我们来参与那因为我去过一次我没有很熟但是因为我在那个哥本哈根待过半年所以我就常常去、嗯那边去串门子，了解，就知道他还是民间团体。当然后面是后面是政府跟皇家。对了，不过 anyway， 反正就可以交流做朋友。所以我们是主打 index， 那有蓝点、嗯、什么红点那个另外，嗯、他们去玩，我们也乐见其成。但是我们要玩 index，、嗯、就把这个 index 的脉络把它连起来，这样子。嗯嗯嗯，这是这样的想法。OK，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就是台湾在地的 NGO 的能量，好比像说像。那个台北市社会局，它不是有一个食物银行媒合嘛？是是，那个 GIF 543嘛？是是是。那他们就是我们要说跨部门合作，他们也蛮跨部门的、啊。没错没错。对，那像这种东西，你会觉得说它是算是我们直接可以报名的 case， 还是我们要引导学生来这个参与这个或等等？就是说，因为我们讲社会设计，毕竟不一定完全是社区营造嘛，也不一定是特定于地方嘛，不一样是你想说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在别的地方也没错没错没错。对，那像 GIF 543就比较像这个状态，是对。是那我举它不是说要 promote 它，只是说以这样子的一种例子的话，从你的社会角设计的角度来看，那他们这个算是也算 NGO 啊？是。那能做什么呢？对，食物银行就是、嗯、因为它现在的模式是有这样子，那是其中一个。对。那到底那个模式可以用在台湾的三分之一？对啊。不一定每个都会用，所以我们就在里面研发出。不同的食物银行的 model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I see, I see, 但是它显然是社会设计 I see, 完全 OK I see, I see, 而且我们要 identify 设计它是一个什么社会、嗯、比如说、有被需要的社会、嗯、就它有需要这样的食物、嗯、那这边刚好、它可以有多余的食物怎么样把它 link 它就这样做、嗯、可是这个只有现在只有那个爱买嘛爱买为主，对不对？对，有爱买有，但是也有其他的，也有其他的。那个，对他们现在大概有五百多个公益团体，对对 对, 对, 对，去加入还算多了。是是，那这个 OK，、嗯、这个是其中一个，就继续做。然后如果我们能做，就是他进来以后发现，哎，社会设计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更有趣的 model，、嗯、那可以试，那当然欢迎。Okay. 所以他进来就是 empower 自己 ，empower 我们。那可是我们就学多学一些社会设计。因为设计不可能只有一套，对了一定是因地制宜。嗯，那所以这样想，比如说原住民的食物银行应该长得不一样嘛。对，我说不定他们不一样，食物银行。对对，说不定我 anyway 就是有这样的想象。是是是 是, 是，这很好啊。嗯，对我们这边当然就是如果讲社会设计的话，一般会跟好比方服务设计等等把它连接在一起嘛。是，就是就像你刚刚说，不是只是把包装跟视觉设计当做设计的角度，那事实上跟人有关系的才是设计。现在就是更拓展的一个地方了，对，所以我想我们自己这边就是，如果老师之后有类似的 case 的话，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平台让这些 team 可以来登记。Okay, 那登记之后是 好比像，如果他真的有设计出一些产品或者是服务的话、嗯，那大的企业有把它整合进它的供应链的话，我会出来颁奖等等。嗯、对，那这个是叫做社会创新平台，大概四百多个，应该五百多个了，有留在上面登记，五百七十一个。那它的好处就是。就是说，因为每个都必须要讲具体的，它解决什么 SDG 嘛，包含这个章程啊等等，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按照你要解决的那个 SDG 的设计去看到它在哪一个不同的地方有哪些 partner， 然后这些 partner 到底正在解什么题目，我们会。把它 curate 起来，所以好比方做循环检索的是一种设计嘛，当然对，那然后他这边就会把之前的循环检索的这些案例啊等等去进行分享等等，所以这个平台是当然是开放的，所以欢迎大家来做。现在我们就把社会设计定义成为要达到共善的其中一个手法的一个途径，对，那但是那个手法的门槛降很低，对啊，对，就是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在帮新竹做那个烟蒂投票箱，就是一种我们帮新人做一个烟蒂投票箱，他还没有出来，他说要把那个棒球场开幕那一天要拿出来做，就是让那个烟蒂不要乱丢，那他可以把烟蒂留下来变成可以投票，投票几个题目，
那可以换。这是英国的一个 idea。对，但是我们就做到了。对，他们用棒球，用那个足球员。对。那我在日本又看到他们用职业棒球。嗯，台湾我们就把这个烟蒂转成也是不同的议题，所以不是梅西是什么？不是不是梅西，我们这一定是那个啊，比如说周杰伦啊，还是什么？要再低化，或者是你比较喜欢七星坛还是对对对这种？那我们有七个题目可以抽换 ，OK OK， 所以基本上每次比赛对吧？那个真的做出来是在新竹的环保区，就是类似这个从英国来的，但是我们在真的把它再低化。用的是竹子做的，因为新竹啊，这很聪明啊。对，我们就在地方。对对对 对，所以那个Suppose也可以在商泰可以来把这个当做一个个案来玩一玩。了解了解。对啊，对啊，这个做了。对啊，我最近才在推一个社会实际叫做奉茶嘛。OK， 对，它就是一个代表。对对对，它就是就是因为常常有人会拿保特瓶，那就造成浪费。那它就是有一个 App 让人知道说附近有哪些奉茶店，那这就包含环保署 maintain 的那些饮水机，但是也包含任何在地的商家。是。那只要有人去这样子，好比像说每天喝水可以获得金币啊，在大稻埕找奉茶店家可以得到签名啊，就像大地游戏了。是。那去了之后就可以去兑换各种免费商品等等。是。现在其实已经非常多几万人下载，所以其实我知道，对，蛮好的一个 point。是是是。所以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这边比较不会特别限制它的一定是公司形态、公司形态 NPO 还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跟老师的 message 是非常非常符合的。没有错，因为那个像类似这种的，已经有很多的那个停车的 APP 出来了，对对。哦，就是我停在我要走的时候，我就看看我要走了。那有人来，没错，他就对对，好像里面还可以给一点钱，对对对，就代表说我贡献，对对对，所以大家就不要在那边绕。是的，是的，那个也出来了，这真的非常好。对，然后我们在学校就让，因为我开了四年的课，在研究所跟大学部开社会设计，那我的社会设计当然就这一种的社会，以社会为主的，所以我们让同学自己在校里面玩，他们就女生，就做出一个怎么样防偷拍，因为那个厕所都底下有那个嘛。对对对，他就用那个塑胶袋去回收，然后就，把它编织弄在一边，因为塑胶袋很轻，有点声音他就知道。所以我们厕所里面就摆满了这种，那个女生做的塑胶袋，他就是很偷拍的，这很棒啊。对，他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对对对对，他就是社会设计，是是是。所以同学马上知道，我也可以做啊，而且为了自己，对对对，这很棒。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OK OK。所以如果你有空也可以上，好像我有用在那个，我有看到 ST for SD， 好像你有看到，对对对，南部岛学堂，对，南部岛学堂那个就是防灾开始的，那防灾我们继续做，防灾跟日本一起合作，所以就还继续做，对，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一直在玩，然后就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来参与，对，那我们打算就是在那个华山的，那个已经说好，所以华山大概会有一个地方，我们就在那边就开始第一期、第二期这样子就开始做。那因为做这个好像也不需要什么资源，不需要，就开一个人来，就需要大家有空闲时间而已，对对 对， 对，没有什么别的，对，对对，所以基本上就还好，很好，所以就打算就每一年做两期，我们不做多，那两期就是我们邀请来的，然后就做完以后就，如果你愿意就参加比赛，我们帮你出一些相关的情况让你参加比赛。啊，如果得奖 OK， 没有得奖也 OK， 因为有一个社区因为你改变了，而不是因为你得奖。对，所以这样的想法就在里面绕，所以就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对，因为我看到你做，我说，你就在正在做社会设计。是是是是。对，我主要因为之前我在苹果了，是啊，所以其实我们做很多都是我们会叫互动设计或者体验设计，是，对，但后来就发现说，哎，其实体验设计、互动设计好像都是 for user， 不是 with people， 对对对对，那等到 with people 的时候，其实就是社会设计，对，就是社会设计参与，对对对，那因为我刚好我女儿也是平面设计，对，她是那个什么学校？有个叫沙巴拉，有没有听过？这有个社区学校，他现在在那个达拉斯工作，为那个什么，那个好大的一个网站 Match， 就是帮那个是不是男女朋友还是年纪大的，他在里面做这个设计啊，所以我们常常谈说这个就是社会，里面要做社会设计，当然不是因为。就是说看里面有很多社会的因素，所以就是在聊，这非常好啊。对啊，我女儿就根本就，我希望她也做一点社会设计，她本来就是平面设计啊。然后最近她的，不，设计师常常他们的东西会出现在 t
Times Square， 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他当时也出现两次，所以很棒啊。对啊，所以、那我就想说，做老爸的，我就在台湾好好的来推社会设计，然后看起来我们的社会设计做的不算后面，我们做了很前面，因为很多学校没有开这个课。是，我去查美国的学校，那个 Savannah 那个学校，Savannah 的那个学校今年才开始开社会设计，是吗？今年啊，对啊，所以显然我们已经找他们四年，很棒，就是有这样子，对 ，OK。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我们这边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展示的空间，没问题，没问题。就欢迎，就是如果这边有具体的 case，我们亚太社会创新合作奖啊，我们社创高峰会啊，或者是总统杯黑客松啊，或刚刚讲社创平台啊等等，这些都是 amplify 大家的地方。对，不过因为我在最早说是那个蔡总统的智库里面的一员，是，所以那时候也当然是在花包组，对，但是我帮他写了一个共善台湾的，是，就是台湾要共善的那个想法，才会大家一起好。这很好，五加二，我觉得循环经济是最大的一个嘛。没错，那它也就是现在已经不止环保署，而是所有人都被卷进来。当然，所以看看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个事情可以发生。当然，对啊，所以很不错，很棒，对啊，这个是很不错，真的很棒，很不错。所以那个United NGO 那个。因为那个曾古德一直很支持的、是啊，所以曾古德刚好是今年的堂奖，跟你同姓啊，是啊，真的。那他9月21号、那个活动是在清华办，对，所以他我因为我常年跟他是好朋友了、所以他这次不能来，所以他就用那个用视讯，对，可是 anyway 我们就9月21号在清华，就是帮他办这个活动，那很棒啊，对，所以那个、所以那个也是一个那。因为他到清华来，对新竹的动物园很有感觉，因为动物园以前做得不好，是啊，现在都好一点，以前动物就关在那个铁笼里面。我知道你的意思，他说他来了好几次那个动物园，很关心动物，然后到后来变成清华的荣誉博士，就没有办法。我们提醒他说：“你这样哎不错。”然后这一次就说是9月20，21号啊，21，对，在清华，了解。说不定那天我完全是满的，对啊，我没办法，就是说他们如果早一点邀请你，应该是那天有点太。但是另外一个叫唐奖的一个委员会，是不是？对，他们在做。那这一次因为他分好几个嘛，环保就是因为曾古德是我们的荣誉博士，然后跟我很熟，他们就说要不要来清华办 ？OK， 我们说当然了，我们办。他视讯在哪边办？其实哎，对，对他是一样的，对曾古德是一样的，对，80几岁啊，坐飞机也辛苦了，对，所以这是一个。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UNGO 其实主要还是要国际的 NGO 来支持了。就是台湾本地的 NGO 就是无论如何反正都会支持。反正多展。对 ,OK。我是借这个机会让他们。那因为我们每次2012、2002我们每次去都交很多朋友。对啊。都拿很多会旗。是啊。然后当然那个会旗不一定是他们全国性的。不过因为我们就拿了几百个会旗现在我那里。那如果我们有计划就是变成他都是，那个主要的 NGO， 如果他们愿意来，对啊，我觉得我们都乐见其成。那用 NGO 做外交，我觉得比很多的方式都要相对容易，因为我们本来 NGO 人都认识很多上的朋友，我们不会去做那个外交的。像上次我去参加那个外交部办的研讨会，他竟然在里面教说外交部要有那个怎么样吃饭礼仪。我说我们那个机会不太多了，是我们只有十几个国家，怎么会有正式的时候？我们 NGO 没有时间搞那个东西啊，是，所以他们就在谈这个类似。那今年他们又要，要办这个活动，那我也会去。我就用 NGO 的观点说 ，NGO 外交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外交，然后 NGO 就是共善 SDGs， 对，就是做好以后环境好，经济也好，对啊，所以我非常希望那个 Sakit 这个足球我很喜欢的，对啊，可以踢球又可以发电啊，我知道你，对啊，那个就是，所以台湾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有一点点想法，然后因为我们台湾的生活在 SDGs 里面是中上的，坦白讲，已经以发展国家了，对，已经是那个，所以真的要被我们我们帮忙的，其实是在比较非洲或者是那些岛国，对，那如果我们可以发展出一些这样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商业，也是社会，也是环境。是啊，当然了。所以就很希望，那这时候真的设计师欢迎了，他们才会
动手不会的，就是后面的 idea 是大家一起讨论，是很社会的，然后接着才设计。嗯，哦，所以这样的想法，我想跟刚刚讲刚好是反过来，可是相辅相成。嗯，这样的想法。我们现在是有一个那个台湾的金卡 Go 卡，就是任何人他来台湾，那其实都可以待三年，而且也不需要去找雇主。对，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还不错。很多人他是疫情前就是不知道有这个计划，他是观光签证来台湾，是。那但是他一听说，哎，马上就转成在这边留三年，因为很安全嘛，而且他随时进出都没问题，还有健保。所以我现在也是在想说，对我们怎么样去多 promote 就这个部分。像纽西兰他们会发叫做 Impact Visa， 对，就是来这边是专门输入你的 international NGO 的一个想法来纽西兰，你有贡献。对，而且我们还就是想办法安排你，就是取得需要的资源。那最主要是说，他可以摆脱那种好像外国人来一定把我们白领工作拿走等等的这种想法，而是说没有他来就是直接对我们的环境跟社会有帮助。对，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的来想。嗯，像那个这个学期我们有微光书院，不知道你听过吗？有听过。哎，就是那些本来要去美国念书或是欧洲的，他念不去，他我们刚好是留美预备班，对，清华因为100年前是搞这个翻译，是，他就留下来了。那留下来我们就是有一些 program， 那像我帮他带的 program 就是带着台湾小吃留学去，对，所以他们正在找那个台湾小吃最好吃的，然后来清华教，教完以后呢就四个人带四道东西，但都是简单的，一定不是复杂的，在旁边的材料有的，在你国那个材料有才可以去嘛，所以他们就带着。进到他们的宿舍里面，进到他们的厨房，展开台湾的外交。哦，这个不在做，这个正在做啊。对，所以说不定那个同学认完以后，可以有一个展览在这里。对，可以啊。他正好是那些都是 OK 的。对，那些同学刚好是，本来如果没有这个疫情，他们永远不会见面。对，确实。但是因为疫情，他们不同学校竟然见面，是一个垂直的同学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同学会，非常有意思。对啊，所以微光书院我们有78个还在，78个有一两个因为学校，学校要他回去，那没有办法，那其他的留下来。所以78个我们分成好几组，所以其中还有我们的校友，包括廖能贤啊，还有那些就是以前台积电的副总经理，现在都退了，都到我们那边去玩了，一起玩。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带着台湾小吃去留学。在做这个事情啊，带着台湾小吃去，去留学了，对啊，那个正在做，所以做到一定的地步，再看看怎么样可以做一些分享。OK， 带着台湾小吃去留学。OK， 好，我记下来。对啊，所以那因为像类似这样的事情是在大学面其实很重要。对啊，因为坦白讲，大学里面的同学啊。最喜欢的课是下课，是啊，对，绝对不是上课，当然了，所以下课的那个气氛，他们才可以学得多，对，所以像带着台湾小吃去留学，因为你把那个角色都给他们了，你在全台湾去找你们认为最好吃的，然后告诉我为什么，那我们就把他请到清华，给他一个达人证照，对，他其实就有点像那个 Minerva 那种，用整个城市当做校区，是，没错，那我们就让他台湾走透透。所以这个事情也正在做，然后另外是地方学，我想一定同意，因为以前就这样子，然后到现在为止，很多的108课纲需要有校本课程，所以很多学校加深加广，对，像那个武林就用的皮糖琴了啊，是，哦，对，那我们建功高中就在我们清华旁边，我们要跟他用那个六燃学啊 ，OK， 海军第二燃料厂是，对，因为他就是在海军第二燃料厂里面。所以他如果可以了解燃料，了解能源，那是他的学校，非常好啊，对，所以正在阴谋，因为他很愿意做，因为清华正好是跟他们是在旁边嘛，对，建功好久好几次来拜托说我们把它变成附中，清华都没，你看清华没有附中，因为我们不认为他，我们不认为应该成为升学学校，是，所以清华一直没有附中，我们的附中在高雄。那个小清华原住民中学，对，那个就是我们清华的，是，那个在什么高中叫做平北吧，叫平北，平北高中，在那个理解，对，所以这很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六燃学它只有高中吗？还是国中小也？它是完全，所以它有国中跟高中，它国中也有，对，可以了解。然后因为那个学校我们非常喜欢，是因为，六燃的。有几个，这个
被，因为现在那个文化资产是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哎，那个叫什么梯？我知道。哎，对，那里面的几个梯提送的人竟然是高中学生，是这个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喜欢，很棒啊！对，高中学生去提送要开那个文资审查会，非常好。对，所以我们就爱上这个建国高中，就说那就干脆把六兰当做他们的一个地方学的情况。对，所以现在正在努力中，那个还没有完成啊，正在努力中。对，对，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也在客发会嘛，那个那时候校本课程就是希望这样子。哦，有太好了，对。太好了，对，所以现在很多学校都在找自己，对，比较周边认为比较重要的来成为校本课程，是 是，对啊，所以这个很好啊。对啊，我刚刚看到建工国小也有，所以它是一整个衔接的啊，它等于十二年整个衔接，是是是，对，对，所以它是国中跟高中都有，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们很希望，哎呀，这样的事情可以在附近发生，对啊，然后因为六兰啊，现在情况不太好嘛，我想你大概知道，就是现在市长对文化是。他对亲子很努力，对文化没有什么概念，所以很多东西被偷拆了，剩下那个烟囱。对，所以现在我们就 NGO 抢救的非常辛苦，就变成一个社会行动的一个标的。我们就抢救的非常辛苦，就是每次我们就要开记者会，他不听啊，所以这个其实很希望那个中央介入，是立军部长下来的，因为历史那个才是历史现场，真的历史现场，所以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Okay.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像六兰这样的地方，就是应该交给清华跟交大。就是走路可以到的地方，你们就负责经过研究调查、规划，然后提案，对，把它搞好。那我觉得这个是认养的这种感觉。对，这个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啊，这个才是我们的 USR 不是吗？不要走太远，就是在你走路的地方，你就把它包了，负责。那现在就是清华也对这个没有兴趣，你看，很糟糕。交大有做，因为通常是学校去找那个区长或这一类，市长都好，对，然后或市长，然后提一个地方创生提案嘛，这是最常见的，没错。那但如果就是学校本身没有兴趣，那其实难道区长可以强迫学校吗？当然不行，要反过来。对对对对。对啊，但是因为，清华的校长。对，是附近几个学校，十个新竹在地学校的有一个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I see。他是主任委员呢，但是我没有看他开过会了。啊，是这样。就是市长只说你们是我的咨询委员，然后基本上他做他的。我觉得可惜，我觉得如果我是校长，对，因为我以前是联合的校长嘛。是。我如果我是校长，我就会主动的说，我这个前面这个我跟交大没这个才是没足赛。对，梅竹赛今年又不打了。我听，那我说我们的梅竹赛不是这个运动比赛。对对对，我们梅竹赛说我们一起让施政，让那个城市漂亮起来，让城市好起来。那我跟他们提了很多次，那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很可惜啊，所以就没有做了。Okay, 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努力，我们还是私底下跟要把六兰的事情看做一些我们能做的规划。OK， 对啊。就蛮有意思，我有看到那个有一个文化研究国际中心是交大应一所，是，对对，用那个角度去，那个赖教授，他有一个保温，对对对，我们还是在一起，你们还是继续，对啊，但是我们就变个人跟他，我认为应该学校了解了解，就应该他是代表他学校，对对对对，我们两个学校两个团队，然后每个人都来参加，了解了解，然后让他变成我们通识课的第一个。走路就可以到啊，不必游览车嘛，就走路走路去，然后去踏查，对，去踏查，去踏查，对不对？非常好。这个事情不是就是变成我们班上自己来做，只有我自己的班就带到对面去，可是学校不知道，学校不知道，学校的前面的一区是第六燃料厂的福利地带，我们那个不是主要在对面，我那个工厂，可是我们那个是福利地带，就是。清华的正门口的那前面42公顷是叫做福利地带 ，I see， 有成功湖，有那个军官俱乐部、海军共济医院，就那时候就医院呐、买东西的地方、合作社了，都在这边，还有中级，中级军官的宿舍，下面，但是大部分都不知道，成功湖竟然不是清华命名的，对，成功湖是旁边的那个新竹研究所命名的。因为新竹研究所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退出联合国，所以联合国很多的团体到那边去。然后因为成功湖长得很像临时总部的成功，叫 Ray Success， 它是纽约的，
他是纽约长岛去的，叫 Laser Shade， 你上去晃一晃，叫 Laser Shade， 是是是，成功我是这样来的 ，OK， 根本不是郑成功，绝对不会不可能，郑成功没有来过青竹啊 ，OK， 所以成功五件就是这样命名的，嗯是跟联合国有关 ，OK，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学生呢，地方学还有国际观，那个地方学要不要从校园开始啊？对，就如果同学老师都不知道我们的清华里面有六篮，嗯，中间有新竹高尔夫球场，没远就是高尔夫球场的事情。我看连梅校长都不知道，嗯，所以中间有啊新竹高球场，那就是梅园，然后后面就是鸡蛋面，就是一种跟共同目的，所以清华里面，如果你按照截图，最后一期的火葬场在科管院啊，科管院就是火葬场弄掉盖起来的，我相信没有人知道，对，我完全不知道，知道那个不会来上学啊，对对对，吓坏了，可是这个就是历史了 ，OK， 这历史，所以。那我正在写这个，所以我说，我就每天都在台湾图书馆。OK， 我这个暑假就是在写，新竹清花园的历史现场，就是清大出版社的书了。OK， 所以正在最后的阶段，所以我再给你，给你好啊。我有看到那个赖教授的那个叫做 interrogative design 嘛，就他不断去质疑那个现场。对，这也是很有意思。是，就发问啊，学问，学习发问啊。对对对，我去问他，对，所以。那这个事情实在是两个学校应该做的事，确实，对啊，那我们的 USR 居然做到恒山，嗯，这恒山是新竹县，恒山应该是，有一个科技大学的地盘啊，我知道你的意思，那个是叫做什么华，嗯，有一个大华，嗯，大华科技大学在旁边，我的意思说你清华做恒山，就是，但我没有问题，不是，应该是要由内而外了，听起来，你的对面就你没有处理，然后就跑到那么远。然后让它就变坏这样子，所以也不晓得，或者是说你的 USR 是把新竹校园内的坟墓好好的调查，也都是个 USR。当然了，这个没有一个学校会做到，因为我们有3000多座坟墓在校园内。啊 ，OK。林汝梅那个新竹名人啊，他是林汝梅，他就是葬在是清华校园内，我就葬在校园。对呀，对呀。OK， 哇，这种事情。那你说这种事情那么精彩，如果变成地方学，对啊，或我称为叫校园学，都是一个好的通识课程，这非常棒啊。对啊，所以你看，因为没有很多大学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大学都是甘蔗园，对，像高雄第一科大甘蔗园，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厚度。对，对啊，那清华不一样，清华在早期还有一个叫大同农场，哇，那个厉害了，桃园大同农场，嗯，它育成两个学校。那个是退伍会的嘛？对，所以他的台北的变成华山学院、中心大学，清华的就新竹变成赤土级变清华，所以一个农场，变成两个学校的校地，对，哇，这个是不是很好玩吗？是，对啊对啊，林汝梅的话还可以学什么道教文化？没错，你知道，对他后来是非常的厉害的道士，对对对，林汝梅是非常重要的道士，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事情都在校里面发生。那很多同学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想把它写出来。对呀、啊，我们现在谈的已经跟社会设计无关了。确实。对对，但我觉得有这些梗还是很重要嘛。是啊。对啊，就像那个饮水机，它现在叫做奉茶，也是因为大家过去有那个奉茶的记忆，没错，那个传统。或者是有在路边。对啊。对，人家走路都可以到。对，它当然也是一个自助的一个概念，没错，所以它就连到现代的这种水质检查什么，是以前大家没有水质检查的。对啊，但是如果到现在除了奉茶以外，对，还附带的水质已经检查过了证明，那就 anyway 就更好。是啊。对。就是说旁边有一个，因为现在水质的检查越来越简单嘛，对，让那个生命质越来越简单，所以那个事情都是一般大学生都可以做的，对对，东西都可以变成，就是对他们来讲，他们随时可以有一层一层这样加上去，对，但除非你让他们知道，其实本来就有一个文化厚度，不然他为什么要加在这边呢？是去就是玩别的游戏就好了，对，是，对，所以奉茶这种事情，然后那个另外一个。跟这个有关的是那个跟茶有关的是那个嘛，那个守望热水瓶那个啊，是一直非常有趣，在日本一直做着很大的生意，是因为单身的太多或者是独身的太多，没错。可是台湾不要在那边笑，台湾已经到了，已经快了，对，所以这种守望的社会设计，对，就是这个长青社会守望的社会设计，其实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要马上，没错，然后要号召年纪大的跟我们一起做，所以年纪大的人他为自己。也为他自己的社会做这个轻盈共创嘛，对，他要进来做，
所以这个我们也在那以前有做过，就是那个真人图书馆，就真的把年纪大的找到附近的小学去，他们去过了。OK， 对，就是我们做一个，要不要走太远，他有人来伴着他，他就住了地方的附近的学校，他变成真人图书馆，可以让小朋友借出来聊天、喝咖啡。嗯，那像类似这个，然后啊、我一直认为，文献探讨里面最重要的社会设计其实是合作社，对，是合作社，是啊。但是台湾的大学合作社都倒光了，剩下台大萧合社，对，对，都合作社都倒光了。因为照理讲，台大学里面的食衣住行应该都是合作社做的，是。可是台湾没有一家，真的没有一家是餐厅是合作社做的，日本每一家都是，生活协同组合。我对这个我一直在推，可是一直失败。所以我就很遗憾说，可是像台中不是有什么中都农合啊，然后或者是说世安嘛，然后或者是主妇联盟小那个都 OK， 可是没有进到大学。哦，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个别的大学老师，大学不是变成一个大学体系？是，比如说新竹的十个大学，对，就要组一个新竹市的大学生活协同组合。那我听懂你的意思。因为这样，所以呢，它的规模比较大，可以说。我要跟你买蔬菜，对，那因为我十家大学，那我每天买的蔬菜，你一定要变成友善耕作，不然我不买，对，不然你改，对，他改，我就全面采购，对，我就慢慢，如果每个大学都这样做，我们就让我们很多的农田就改成，对环境友善的农田，然后又农户又有收入，我们又吃得好，共善了，对，环境社会经济是好，对对对，可是你觉得是不是因为大家现在已经不习惯参加社务？因为对合作社的很多社员来讲，就是他要花额外的心力去社务里面，这反而是一种已经是便宜形式，就是学校认为说外包就解决一切。Exactly， 对，这个才是重点。对，他忘记了合作学习，才是重点。就社务本身其实是学习的一部分，不是浪费行政人员的时间这样。是，我这个完全是因为在台湾没这个习惯。你看日本那个当过合作。合作社的理事长的学生是被优先外面公司优先录用的人呢。就是他们有个指标说，若你当过那个生活协同组的理事长，对的同学，外面优先录用。这个我们这个很有趣，这个我们在圆明会有这个计划，他会去请青年当见习理事主席。对，然后把人送到合作社，那是因为他们有那个劳合社嘛，农合啊等等这些传统。但确实出了原住民族的地方，就有点像储蓄互助社，在原住民族那边也。特别多，但是出了那些地方啊，就比较少，确实是这样。对对对，所以但是这个慢慢已经，因为在以前有大学的时候都有合作社了，就是像台大、成大，以前是日据时代就有了嘛。他们就是那时候就有合作社，连老师的那个，现在那个，温州街那边的房子都是当时的老师组合作社买的。你信不信这个？真的，他们自己老师组合作社，然后把那个房子买下来。OK。对啊，所以显然那时候就有啊。我现在出门看到全联，还是会认得那是合作社社徽。少数的合作社。对。可是大部分的合作社都不见了，剩下几个大学合作社是变成在卖那个博眼酱油啊，那个平哥炸。对，就不这样了。那这个跟我们生活无关了。对了。对啊，就有人可以说，我一直在论述里面说，社会设计的现在最好的社会设计是。合作社，那为什么不是我们像那个大学育成中心教人创业一样，我们就直接就是让人来做合作社，一个社会设计案就组一个合作社，没错。我们就是要接下来要来试啊，对啊，但是要让合作社的 model 有好以后，它有盈利啊，对啊，那个盈利是价值带动价格，当然了，哦，前面有价值，后面带动价格，当然，这当然好，可是到现在就是合作社没有一个成功的，台湾的所有大学啊。像我们的同志社大学是日本大学合作社的第一名嘛，他第一号。对对，那你看像清华跟同志社是姐妹校的，对，我们这样去交流，没有人去看过合作社，都交流都是看那个表面的，都没有去看到真的合作社，可惜啦。确实啦。我是觉得消费合作社确实，因为现在
它变成是大部分的类似合作关系是变成在网络上面，它发起一个群募，发起一个社团，发起一个什么，它不用去 register as 合作社，但它还是一样一个参与式的消费的一个治理嘛，甚至大家一起去契作啊什么，这个都很常见。对，所以我就会发现说，哎，那合作社它是有那个合作精神没有错，可是它已经不会选这个组织形态。对，那我觉得这也是2015年合作社不是后来合作社法要改嘛，现在变成它可以像公司一样Z999，就除了性合作要特许了之外，他爱做什么做什么。可是那个时候 take advantage 这个人好像没有非常多，是，对，就是理论上他已经可以变成多元什么都做，没错没错，对，但实务上比较少看到真的什么都做的。对啊，像日本的合作社已经做到丧葬，对啊对啊，因为丧葬未来是重要啊，所以先处理，然后连丧葬合作社都变成叫共济，丧葬共济的组合。 对，然后还有一种是像地下钱庄借钱，自己组合作社，对，然后因为有100个人都被每天被追杀，对，那干脆组一个合作社，然后去讨论说，让我们一个一个还，是，所以就99个就一个，是，就到最后是超过一半。 OK， 这是日本的，我觉得这个哇，这个太精彩了。这个合作社太精彩。我爸最近好像有一群朋友要他加入一个合作社，那是什么什么发电什么学习合作社什么东西？还是绿电？对对，就是绿电的。那个竹联盟也有一个，竹联盟有一个，然后新北市什么有一个什么庶民发电学习社区合作社之类。我是觉得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有绿电的，然后刚刚讲到农业嘛，然后长照。那长照的那个服务就是劳合那一部分现在也很多，那个有很多，对对，那目前大概就这几个。那然后但是就是您刚刚讲的消费合作社，除了当然主妇联盟还是很强之外，确实就比较年轻一辈对消费合作社感觉是这几个合作社里面比较弱的一个。对啊对啊，那我们有在想说让主妇联盟来，如果清华愿意，对，主妇联盟来经营大学的，因为你已经有那些要吃的东西比较主要的，是啊是啊是啊，如果这边可以成立，也许可以做一点实验，这也是社会生态实验。因为我已经失败那么多次，我想说干脆就是委托你，委托外面的厂商，干脆委托给主妇联盟。对啊，这个意思吗？我理解你的意思。对对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正在努力之中啊。对，这个是。对了，我觉得就是社务先不是好像非得担负不可，先有外面的人来示范，是是是，那示范他耳濡目染，发现说，哎，这个也有价值，因为他试着会找同学，同学就会进来，没错。然后我们再加上合作，可能是一个微学分，对，或是一个通识课都 OK， 就慢慢就有人进来了。对了，他其实可以当通识用，他是一个课，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对，他是一个课，对。Okay. 所以这是在那，所有就可以去来看试试看。跟主妇联盟来谈，看要不要来经营我们的大学合作社。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可是，这个之前要让那个外包那个事情先停了。对了，因为他学校在8月底重新招标，你看，又来不及了。了解了解。他又找了 Seven Eleven 啊 ，OK OK。那 Seven Eleven 就会找包来做那个餐厅。是啊。他现在变这样子。啊，是吗？ Okay. 对啊，那这不很奇怪吗？嗯。就是同学完全是。离开饮食教育非常非常的远，因为他平常也没有参与社务的那种感觉，没有没有没有，反正就是交给一个可信赖的这个厂商，就这样。那更不要讲说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妈妈说你考好，你只要考好就好，对对，这个饭你不要管，所以书桌离餐桌非常遥远，确实确实，这两个餐桌离非常遥远，所以这个我们想要试，对啊。看起来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可以做，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因为清华有几个院士啊，对，就是像黄一农， yeah. 也有机会应该也来找他来跟你聊聊。就是我们都是梦想家，是啊是啊，就是有梦最美，梦圆更美，很棒啊。啊，我喜欢的是第三个梦醒凄美，是是是是，因为常常梦是碎掉，这个悲心交集。哎，对对对，梦醒可是还是美，是是是对，不然这样就不敢做梦了、啊。这很棒。对啊，所以想说怎么样能够继续做梦，还是很棒、啊，对、啊，非常非常棒。是。哎呀，太谢谢你了！对，谢谢谢谢，哦、谢谢认识老师，很高兴认识你。嗯嗯，哎、欸，我可以跟你照一张相啊？当然了，对，太好了太好了，对，跟你合照一张，太好了。